本节目由微众银行微粒贷独家冠名播出。在我心里，邓紫棋是现在华语乐坛最牛的歌手。的那个人，另外的偶像，他不会想我的认证可能先是相声演员，他会直接说专雷飘了。我自己经常都会在想，凭什么是你？我要保证万无一失。被外界聪明的数据就这也他妈几年，其实我挺迷失的。以前我是一个新锐的人，现在我是一个更新锐的人。谁说黑粉不掉粉？黑粉也是我的粉丝，他比真爱粉更爱我。上闹表，大象到点了，我要黑张云雷了。粉丝现在这么攻击德云社，张云雷是不飘了。他不会想啊，我的认证可是先是相声演员，他会直接说张云雷飘了，转型当歌手了。沧海笑说你是相声圈最会唱歌的人，你怎么看？我相声圈最会唱歌的人，谢谢他们抬爱吧，但是我不敢当，因为我是新人，我不想把自己弄得，把这话说得太满。踏入这行，你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的唱了，人家是有要求专业的。那能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当时这个蓝色天空，然后趁着曾经这三首歌当时打动你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三首歌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蓝色天空。嗯，因为当时是这个我第二次手术嘛，拆钢钉，然后躺在病床上，然后那个时候行了，工作来了，躺床上学歌吧。刘卓教我啊，告我在哪儿换气，哪个段落应该怎么唱。拿到这个歌词之后先读，想象里的忧愁，有小巷里的，这是一个词，丫头是两个，小巷里的丫头要分开了，你不能小巷里的丫头不好听。学完之后一遍改，一遍反复的改，改完定好了，行，录，当天完了，嗓子又坏了，一波三折。我说这个歌跟我特别像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嗓子坏了怎么办？用我的土办法呗，二锅头，扁皮大锅头，我喝了一瓶旧的那个野山椒啊，就是那罐头，又辣，然后再喝着白酒，啊啊啊，喊出来了，嗓子开了。10月18号凌晨，张云雷首张 EP《蓝色天空》正式上线，上线11分钟破50万，随后突破100万。张云雷一度在最受欢迎内地男歌手的奖项上票数遥遥领先。开心，你说不开心那在那装，啊，我没事，无所谓，拿第几这个名次拿第几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个新人，我要这么说那就是我装了。然后我就感觉我没有白努力，我得到了认可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如果女孩子对你说我肚子疼，你会说什么？看医生去。觉得自己什么地方最有魅力？不知道。先进去拍吧。哇，这个拍。哎，好看。好看，好看。麻烦老师带我去到那个。OK， 你确定不拖着来一张吗？拖着没事，这样也可以，哎，好看。对，都好看到了，太好看了，哇，帅，就这样特别帅，帅，哎，好看，刚才看镜头好看，帅，太帅了，哇，这个好看，哇，帅。或者暖暖的下也行，如果不好。哦。
我真自己认真了，我就真完了。啊，你二爷你好帅呀，辫哥哥你太好看了。那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就不用出去工作了。哇，我张云雷我好帅，我发张微博，他们就来评论，我就每天我什么都不干，发微博。过段时间我就完了，很快我就下来了。我觉得师傅跟我说那句话呀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他说：“我的儿女记住了，你永远没有你想象中的自己这么厉害，你自己永远没有就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厉害，这么强大。你爹一定要记住了这一点，这样你能存活得长久。”我说我明白。我想，就是像，我想做个艺人。我能做相声演员。申请员这是分两个后台，这是一般我要是演出的话就会在这里面吃中午饭，然后真正的我休息的后台在那边带你们来看。接下来进行现场相声绕口令，表演者董九立、李九天。他弟为什么笑？因为他们今天演了两个双出，前面他俩演了一回了，他一上来之后刚才演的那个人怎么又上来了，所以弟会笑。哟，我平时我见的队员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请个安，就是他。再往下点。哦，平身。挨着我们缠缠住。他得那个专座。挨着我们缠缠住。你先看，怎么说那个？奥利奥，把奥利奥放哪？奥利奥，抠下来一个就是利奥，放一堆那个里边的奶油。利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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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啊！我一直没笑。你尊重队长，因为我喜欢相声，我爱相声。就是你们不是相声演员，就是你永远体会不到相声演员那种快乐。一会儿你翻场想唱什么？卖国卖命。那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。凉了。凉了。那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，那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，颜回命短。太公，你看你唱的原是这样的。太公在。太公。太公。第二天你没有高跌起伏，没有。太公再也不卖面，那赵哥城内摆挂棚，第二天清晨把这挂棚摆好，惊动了黎民乱哄哄，我且不言黎民来轰动，那惊动了。在没有人知道我的时候，那会儿我是也是非常开心的。我是张云雷，德云社的一名小演员，旁边这是我的搭档杨九郎。介绍完毕。我觉得我应该能背下来，我连这都背不来，我就别说相声了。我这样吧，行吗？张云雷有一天没人知道张云雷了，也没有这个了，没有那个，我还有相声。只要是能让我说相声就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云雷。